A2 是一款300兆3000线 WiFi 信号放大器，不仅能够扩展信号，还可以作为家装饰品。A2 作为一款新开发的3000线信号放大器，主要作用是能将家中路由器的 WiFi 信号再放大一倍，提升信号覆盖盲区的信号强度和上网体验。A2 可以很好地解决三种场景下的 WiFi 覆盖问题。第一种场景是针对120平米以上的多居室家庭覆盖，这种环境的主要特点在于房间多、墙壁厚、空间大，使用 A2 能够确保在偏卧也能获得非常好的上网体验。第二种场景是农村自建楼房或复式楼和别墅的 WiFi 覆盖，根据信号指示灯摆放 A2 就能够解决跨楼层 WiFi 覆盖差、网速慢的问题。